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。众所周知，人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从高空坠落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，而高度够高的话甚至足以致命。那么小小蚂蚁从高空落下会不会摔死呢？答案是不会。国外一位科学家曾经对蚂蚁做过一个实验，他直接把蚂蚁从自家房顶扔到平地，这种高度相当于人站在八楼的楼顶，在这个高度人被摔就会死。但从慢镜头我们看到，蚂蚁掉到地下后立即爬了起来，小蚂蚁不仅没有摔死，也没有看到有残疾的样子，只是可能受到了惊吓。而原因还得从我们学的物理学说起。如果蚂蚁以自由落体方式落向地面，即使初速度为零，蚂蚁下落时速度不断增加，那么蚂蚁撞击地面时的速度将会非常快，结果必死无疑。那么它为什么会摔不死呢？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点，那就是空气阻力。蚂蚁很小，重量很轻，不到50毫克，也就是0.05克，而且相对来说蚂蚁身体密度比较小，所以空气对它的阻力是非常大的，从而使蚂蚁的下降速度不至于越来越快。更重要的是，蚂蚁全身都有骨骼覆盖，足够应对下落时所受的冲击，所以说在无风的状态下，蚂蚁在空气中所受的浮力略大于其自重，即使蚂蚁从月球上失足落下来也不会摔死。甚至如果风大一点的话，蚂蚁可能一直在空中飘，只会饿死或者在高空中冻死，但绝不会摔死。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